滨海城电影秒速五公分电影票只要149元，还买一送一。这是车库娱乐脸书文章。前民进党立委高嘉瑜看到优惠后买票，但他指控说没有获得电影赠票，反而被迫加入车库娱乐会员，之后还被扣款199元，气得痛批业者诈骗。买一送一电影票的名义挂羊头卖狗肉，然后送你这个需要月费的会员，那甚至还有各自外泄被遭到诈骗的状况。非常的多。实际点开页面，赠品是1000点会员点数，可以兑换一张电影票，还有月租方案30天免费。但说明事项没有提到自动续订扣款。而高嘉瑜发文一出，底下掉出网友回应受害者之一，莫名其妙被扣款好几个月，写信去客服，他们却拒绝退款。还有民众出示连续被自动扣款证明，说根本找不到取消订阅的地方。我已经是一个非常小心的人，我也知道有类似这种 APP 续订的陷阱。绑定的时候被送这个会员的时候，我是完全找不到任何资讯的。这样子的手法，说实话真的是非常的恶劣。对此，车库娱乐发出3点声明，强调购买及赠送内容，甚至续扣说明、随时取消等都有清楚明载。另外，相关服务都是合法合规，扣款方式跟串流平台相同，造成高委员误会，深感遗憾。广告如果声称是送一张电影票，但是实际上是没有的话，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有符合广告不实？那这部分要由公平会来进行进一步的查查。北市消保官说，下周将请业者说明是否有违规情况，想买电影优惠却变成自动扣款，消费前还是要再三确认，才能避免当冤大头。三立新闻台北采访报道。